喺都唔俾我種啊，算我直行喎，我諗啊唔係，我正已經後過咩啊？唔知我走咗啊，即係攞嗰啲關你喂，個漢個冇喐嗰啲，全部政府嘅。而家政府話香港係580幾個露宿者，即係今年，但實際上我哋估計香港係接近1000個露宿者。咁但係點樣證明到一樣嘢咧？就要靠好多而家同一晚嘅數先至有辦法。 有機會顯示到即係接近真實啲嘅露宿者人數。真係會幫到長遠嚟講，幫到一啲政策上嘅改變，同埋一啲社會上倡導嘅工作。呢個係幫助到日後即係啲服務更加好咧，亦都希望政府證明到政府嘅數字係嚴重低估咗。